好，现在呢进来首页之后呢，它会有三个就是指标，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个到荒野打怪做练习题目，然后这个就是仙人掌妖怪，然后呢它的题目就是解释一个成语的解释，要你去猜是哪一个成语。好，比如说事情曲折复杂，非一语能说完的，好，我们就点一言难尽，他这个仙人掌妖怪就会少掉一滴血。传闻一定有根据，那我们就要猜。好，如果假如我答错了，我选价值连城，哇，反而我自己输了两分两滴血。再来还有提醒就是呢，他给你成语，然后要你去猜这个成语的解释。所以什么叫鹏程万里？好，我们如果答案是比喻前程远大，我就点下去，仙人掌妖怪就少一分。好，什么叫一臂之力？啊，好，答对了，很好。好，感激别人的恩情而想办法回报，感恩图报，答对了。好，什么叫栩栩如生？好像真的一样的，这个非常逼真。千金买零，你花了很多钱金钱买邻居，点也不剩，就不惜代价也要跟有品的人在一起。好，赏心悦目，形容动人的美景。好，我们就一直闯关一直闯关。欺骗自己，大义灭亲。好，当我闯完这关，他就跟我说你打倒仙人掌怪了，而且还可以获得金币跟20点的经验值。但是呢，我还差80点的经验值才能升级，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继续打怪，才能让这个经验值增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返回村庄之后，也可以直接挑战大魔王，那题目呢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哦。然后呢，可是因为我现在的经验值还不够，所以他下面告诉我说，哇，魔王城堡外还有一层结界的守护者，没有办法硬闯，因为我的经验值不够。好，这边呢也有武器贩卖的地方，你可以用你的元宝来让你在打怪的时候的设备装备会更强大。好，那目前我们的元宝只有600个，所以呢就变成说可能还要再加油。你看他说灵魂之书要2700个元宝金币哦，所以就变成说他每一个这边都有武器，你可以做一个武器的加强，让你在闯关的时候会更厉害。好，这个可以吗？套装我才不要。现在呢，我们来介绍新的一个 APP 软体。你在桌面有没有看到成语大冒险？上台下去了。好，来，轻轻点下去。太快了啦！手举高，放下，手放后面，屁股后面，摸着屁股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成语大挑战呢，它是一种，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成语学习的软体。它是用故事告诉你要去打怪兽，打妖怪，然后你要一关一关去打。然后呢，这一款的成语，来先开始。然后呢，它这一款比较特别，就是说它要你用读那个字，它会给你题目，会给你解释，然后要你去猜那个成语是什么。跟刚刚跟我们之前学的相反，成语大挑战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一款它是你要去打妖怪，然后呢，你每打一次，它就会负一分，那个妖怪就会少掉一滴血，一滴血，一滴血这样子。
可以吗？好，现在请你点试试看。是的哦，好，没有水。可是我完全都不用吹，放这边，来来打开，放这边。我看不见。到荒野打妖怪。好了啦。到荒野打妖怪。是的。长短高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的长短高。老师要去哪里？上下。到荒野打妖怪。杀人。上下一起。等一下，你不要点。什么叫如履薄冰？体育排除困难，奋勇向前。是这关。把他少了两滴血。怎么像上过马路？我这个学过的。忘记了。到这啦，你搞诸葛亮吗？沧海多变，鸟鸟定弓藏。我不确定。Yes， 我们打倒了。是耶，继续。什么？是第三个。还要继续战斗。耶，继续打。哎呀，退避三舍。还有另外一个。继续打怪。退避三舍的情况。好恐怖吗？好，燕龙，刚刚你学了那个成语大冒险的教学 APP 软体，你觉得这个成语 APP 对你有帮助吗？有。帮助在哪里？因为它可以学成语又可以打妖怪。妖怪？什么的妖怪啊？像是骷髅蜡烛之类的。那刚刚那个软体里面它怎么教你成语啊？就是比如说它会出一个成语，然后你就要找出它的解释。那你答错怎么办？这样你就会减一滴血。那你喜欢这个游戏吗？喜欢。好，那个同学，你刚刚玩了成语大冒险打妖怪的这个学成语的软体，你觉得对你的学习学成语会有帮助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一次失败了，它会显示答案，你就懂得更多。丁山，你刚刚学的是什么 APP 软体？成语大冒险。刚这个成语大冒险里面，它怎么教你成语的？就是它会一个成语，然后你要猜它的解释。那你刚刚印象最深的成语是哪一个成语？画蛇添足。请问是什么意思呢？做了那个是不白做了。那你喜欢这个 APP 吗？喜欢。好，佳琪，你刚刚玩的 APP 是什么？成语大冒险。你喜欢玩这个 APP 吗？喜欢。请问喜欢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可以教我们很多成语，然后让我的
让大家的头脑都可以变很聪明。嗯，怎么变聪明？他怎么教你学成语的？就是玩游戏的时候，他就会教你一些成语，然后输了没关系，还有下一关会有解释或什么的。所以你会觉得学这个成语对你来讲比较不会压力这么大，是吗？嗯。